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对啊，欢迎光临，谢谢。收银员啊，是收银员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好，要大声一点啊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拿扫描器，那扫商品的条码，好，按一下。哦，那第一声它就进去了。好，那商品再按一下。好，我们刚好进去了。这是延长线。好。我们商品都放低好了，先放着，然后按响，按确定 ，OK， 按在，好，那么总共是码1197，来跟着我，总共107，好，七，那你那你刷卡或付现，来刷卡，好，来信用卡，啊，我们就办信用卡 ，OK， 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信用卡。付完卡，他就跑去签单，然后你信用卡给他，就是这样，他印出来的单行是什么？不是你的签单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害羞，你的专业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